本身你早要满是什么？哇，满腰子啊！颜色这么浓，底下这么细，这么大高货啊，多少预算？9000吧。What? 什么呀，我这两个佛公都20000多了，你那个料子底色那么细，然后颜色还那么浓，还是满色，几万块的紫罗兰非要几千块，怎么找找不了？粉丝给你送了草莓，之后给你吃了能美白。我跟你说，我今天很累，你送什么都没有用，我都不会去找。天才疑惑，老板有没有几千块的紫罗兰啊？没有啊。行了，今天水果比较甜，没事再找找。哇，你老天啊，竹笋也可以，料子很细，而且满圈的紫罗兰，特别腰特别浓，这就是圈太大了，它达到58的圈，大概3个圈了、啊。小一点的买腰子的，对于算的有点少。这条料底够细，但它不是满圈，颜色比较可惜，一定要找满色的紫罗兰。哇，你老天啊，冰满紫，那它上面的话带一点黄翡，然后这边带点花，虽然这个花有气味可以去掉，然后它还有乌鸡，就是这种很好。今天要找的是纯的，比较难找。这个种水也很棒啊，高货来的。这种的话是半山半水，半边的紫罗兰，半边的话比较白，然后下面的话会带一点小花色，还有一点乌鸡。要找纯满紫色的，底子又细的，真的很难找。再来加点金子啊，找不到、啊。这么大市场，你看那么多人，找找看吧。哇、哦，你老天爷，货多呀！挑一下紫罗兰。2000多条货，100多块板就找了这几条样子色，这几条都还不会特别满意，就是它色不满嘛。这两条粗一点点，这两条底子细，那是半山水，这条其实还行。但是有了这套了之后，那条我又看不上了。好漂亮啊，底子又细，颜色又浓，还带个金箍和佛弓，带点这手镯，带点这，你就带着它，那切菜它都是优雅的。这条太香了，太美了。看一下多少钱，这个我好喜欢。老板，做生意了喂。好。哎，我的妈，这卖多少钱？又贪吃的呀，上次吃的也没给我贪成功。这个放我一条咯。这个还多少钱？3万5，不要钱吗？6000吧，我不要钱，6000，没那么贵啦。那色也没有很浓了，你试试都6000起步。啊，我说实在的，粉丝就8000块预算，8000块预算，免签啊都不行。别开玩笑了，行啦，能卖就卖了吧。品质在这里呀、啊，我们也很难办、啊。你最低多少码？最低多少码？我考虑一下。我加一千吧，9500。要死了，15000。我累了，我也很累呀、啊，真的卖不了。我走了，我不可能回来了，像上次一样，你别可惜。不可惜，还是卖了，卖了。真的就再遇吧。哎，坐喝茶，喝个屁。好累，那我们要继续找货呀。怎么找啊？今天打死我都不找，那紫罗兰那么浓，几万块的东西不要我几千块，怎么找啊？不找，滚。哎，兄弟，老板今天又不帮粉丝找货了。跟我说了什么用？他才吃了。我是老板还是你是老板了？啊，我找不找我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几百块板了，先把紫罗兰挑出来先。这个颜色鲜不鲜？皇家紫，冰紫色带黄。如果说今天你们要找粉紫，这份我是非常推荐的。这一份的话就是腰紫色，还淡了一点点，上面带一点黄，它也就掉。然后这一块就是最优选，满圈的腰紫色，抛完光颜色会更浓，种水也很细，是一块饼，压出来的话水都会出来一些，还有个灼心，到时候做个紫黄花香的，就不知道谈不谈得下来。这个质量挺高的，但是应该不贵，是吧？多少钱？这个20000吧。不要扒来扒去的，行啦，是收最低多少钱呢？我今天好累了，跑很多地方了。肯定啊。那这样子吗？试驾。15000，你盯着我的眼睛。笑啦，你肯定完了。那丁一伟再找2000来，还算了。哇，我说实话，8000吧。这么赚钱，13800。你看他多积极。再找点，8000吧。本钱我跟你讲哈，10000的本钱，10000的本钱。你不要笑，没有，是真的，真的，嗯，保证你。行了，只能把范围快了。这样子吧，你看我这里货这么多，几千条货，100块摆在那里摆着，你下次就要多过来一下。可以啊，可以啊，不帮我清清货，这条就让你了，真本钱10000的货。行了，过来就行了啊，没问题，没问题，我找你，我找你。少女未曾不想鲜衣怒马，一帆风顺多没意思，我希望你乘风破浪，女王腰子晚间风情，顶山。